今天回来干净吗？消失，自从被我收拾了2次，然后回来看的比较顺眼一点了。平时啊，现在我那个地毯我都不敢放了。数学学到36了嘛，是跳过来的。有时候有一些我不写，我就直接跳过去。他都会自主完成作业的，不用我说，都说。值得表扬哦。那你们弟弟们，弟弟还没有上啊，还没有上1年级啊，等他9月份上1年级，他就有了。不是有人老问我说什么，姐姐在柳州读书啊，为什么又不拿回来？是不是？我们尊重他的意愿，让他尊重他的自己的想法。让他自己选择。然后姐姐，你喜欢在柳州读还是在家读？在柳州读。为什么？因为柳州的教育比较好。那既然有好的教育、好的环境下，那你就要努力了。上一次的考试成绩都不是很理想。再去的话要更加努力哦。那你不在家的话，爸爸妈妈又不能陪在你身边，你不觉得缺少点什么吗？不觉得？过年回来就得了吗？那你还整天去？我去的时候你还整天哭，那不是，那不是久久见一次面，久久见一次面就哭啊？本来这个学期我是想把你拿回来，为什么？见你老是哭呗。是啊，心疼你啊。那每个小朋友都是喜欢在爸爸妈妈身边的，有爸爸妈妈的呵护爱护，不是吗？对呀。那你不回来？那过年回来的时候还不是放暑假就回来？就想过年回来而已啊。对，那个学校开心吗？上课开心啊，跟小朋友相处怎么样？很好。好啊。他的那个报告手册那里也写，跟同学啊、老师啊，就是人际关系比较好的那一种，比较活泼开朗那一种，就是成绩就不怎么样。比较贪玩，他比较贪玩，不然再就去想不要那着么玩。贪玩了，知道吗？以学习为主。这个学期要封闭哦。这个学期去学校，我老师帮那个阿姨帮洗衣服吗？不帮了，自己，是吗？自己洗衣服，好像是吧，我也不懂。周五的时候才回姑，周五下午的时候，才回姑姑那里。周五。要听话哦。然后礼拜天下午去是吗？还是礼拜一？是礼拜一，礼拜一，礼拜一是礼拜一早上的时候去。会不会哭啊？你就那里，应该第一自次己住去，那里会哭吗？应该第一次去的话，应该会哭。哭什么？不哭的，有什么好哭有的什么呢？好哭的？还有很多同学跟你一起住的呀，在旁边也会有人的呀。有吗？应该下个学期应该会有。你们班有吗？我们班现在只有男孩子，有2个是全托的，后面就没有了。哦，这样啊，那也可能下学期会多一点呢。五多的比较多。5多多的。你付出多少，回报就有多少，知道吗？你要比别人努力，这样的话，你一天，妈妈经常跟你说的那句话，别人在你上班的时候，别人也在上班，但是别人赚的钱就比你轻松，为什么？因为别人有文化，你不是说老是说要想坐办公室吗？那你就要多把这些知识都装到脑袋里面，不要一天想着玩。你读一年，弟弟都读好几年了。你读一年要2万多，2万多，生活费啊。你弟弟读一年4000块，这里一拿年的四是4000，然后因为他学校跟你不一样啊，在我们这里啊。在我们这里不用交那种乱七八糟的呀，他就交那个叫什么？什么？伙食五呃五托。他又不用交还那要交个，五托吗？他就买一点课本，100多块钱。那就没有了。你的多。你那里又要交材料费、课本费，还有午托费、晚托费、早餐费，乱七八糟的。对呀，早上我去，下午再吃东西。我不交的话，你晚上你就挨饿肚子。就真的不回来读吧。回来还有弟弟陪你一起玩。不回来，为弟弟烦烦的。回
又爆发的了嘛。最近相处的时间太多了，两姐弟在家、不像你们眼中看到的那种很和谐的，哇塞，论剑，现在都是打架吵架，是吗？今天打架没有？没有。吵架了没有？吵架了。吵什么？我想一下，每天都这样。弟弟不在，弟弟早上拿起来，他用那个帽子去吓我，然后又拿一下去打他，打到了都打不到他，他跑得太快了。那妈妈呢和爸爸就整天就是忙于赚钱，都没有时间陪你。今天是你会怪我吗？不怪、啊。连挣的钱都给你玩了。那投资儿女，投资儿女，那不是这样投吗？你老弟可能还没有，他还没有理解这些，跟他说的话，他还不懂，还不懂。你懂吗？明天你们又都开始挣你们自己的学费了不？怎么挣？拍你们呢、啊？你都没有动起来哟、哦，拍他们，要早早起来哟、哦。他们很晚才睡的，早上起不来，摇起来、哦。会不会你们学费都没有了？你摇我们起来啊！学费从哪里？摇起来！哎，哥哥，我还没有睡够啊！对，我也。学费从哪里来？你们自己挣一下一个月。让你们自己挣一个学期的学费看一下怎么样？怎么可能挣得？那你又知道说，那我怎么挣得？你还不努力一点？你看你们老爸开始有多大？合作医疗一年两三千，车险两三千，油费也是我家庭的。油费你算仔细算了吗？你一个月多少钱？开支啊，还有我的自己，我一个月我都花不到300块了，你老爸还多一点。你讲这种。上次是谁去逛街不带我的？那我去办事了，这边买。那真的不去了吧？那我真的去了吧？嗯，不在家。到时候如果你想回来的时候，你跟我说，那你打发的话知道吗？嗯。那打发对你那么好，嗯，你不舍得骂，你不舍得打。该打还是打嘞，该骂还是骂嘞。现在都不听话。不听话就打，反正已经发话了的。跟他爸说了，不听就抽的。知道吗？爸爸做什么都是为你好，知道吗？嗯、没有说有义务说是去照顾你，但是帮爸爸妈妈都帮到那样去了。嗯。那等到我初中的时候，爸爸。哎，那时候还久呢，那时候都不懂，我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了。你还说到你上初中去。嗯。对不对？那请下一年级他去哪里？在家里啊。二年级再说。他那么调皮，都不听话。哎，那就好了，哎呀，再教一顿。我洗澡了，不闹了。你洗完就睡觉了。